水道的林颖乐，大家等一下一定要密切关注，因为他现在还在当游泳教练。他呢？
第二组的比赛开始了，关注的是第四水道的林颖了。哇，他一开始呢滑手，而且他的手肘啊出水都抬得非常的高。果然是专业的教练等级啊！哇，三次水道都很痛哎。对，而且两个人到现在已经将近游泳池的一半了，但是速度完全没有慢下来。对，第三水道林云熙也是练家子，不过现在林颖了已经把距离拉开了，是遥遥领先了另外其他的选手哎。哇，林颖了即将抵达终点。几秒，应该是在四十内吧。太扯了。我完全没看到。对啊，超猛。前几天测只有36，然后今天测直接进步3秒，蛮意外的。33秒是什么呢？很不容易哦。再见了。哇。再见了。好重吗？他说国中的成绩33秒。